我是神灵，我们今天要玩观众盲道观众推荐的一款游戏啊，它叫做沙雕之路，一款非常非常傻逼的游戏，一种非常白痴搞笑的游戏啊。这款游戏呢还在开发阶段，还在抢先测试啊，但是呢已经拥有非常非常多的好评了，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展开我们的沙雕之旅，沙雕之路，来看一下到底有多么搞笑吧。而且这个画面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是从剪辑软体面跑出来的。开始游，这什么鬼东西，哎，这音效。开始游戏，哇哦，你好啊妹子，来来我们来开始一下。旅行总有遗憾，就像游戏总有 bug。 哇，好湿好湿，湿到不行哦。在一个鸟语花香的世界里面，路上睡着一个黑色衣服的谁？嘿，哎，是我们的，我们怎么踩着滑板的？为什么是要走的啦？滑板，嘿，哇，好大惊叹号哦！这边应该就接人物了吧 ？Hello， 请问有什么？男孩子，男孩子，不心红。来来来 ，What the？ 来电说，为什么有水在空中飞？耶、yeah, ，得到任务，买海蟹啊！你所操控的主人公丁德成看见别人家吃海蜇，哇，看见别人吃我也想吃啦。OK， 这是我们拍脑门想出来的剧情，已经改不了了。旅行模拟器啊啊，懂了懂了，本天才懂了。OK， 总之我们就要去抓一只。抓一只东西来吃吧。沙雕之路，国内首个以令玩家摸不到头脑为尊旨的垃圾游戏。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存档，我还可以存档呢。哇，存档功能是好的呢。这个呢？这什么东西？洗澡？你们好啊。这个村子处处透露出一股敷衍的气息。敷衍？对啊，你们的皮肤跟这个屋子全部都是敷衍的呢，只有存档的有颜色而已。你看，凡是站那不动的。都是缺乏锻炼的，等他们说完话你就用左肩崩他们。可以打叫，我怎么成面条了、粉丝关注了你，你让我打你的、哦、你站着不动、哦、你好啊，你好。沙雕之路，国内首个以令玩家摸不到。我得到敷衍了，什么用都没有耶、yeah, 敷衍，这么大个村庄连个宝箱有，我刚刚拿到了，我刚拿到一个宝箱了，叫做敷衍。所以呢我们现在去海边吧，那边也有金刚号，我们赶快走过去看一下，为什么会有玛丽喵的，还有这个 QQ， 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来这边干嘛的，你们哈，狗狗狗、好，它是猫，它是猫，它是猫。海蜇耳冠沉睡木呀，海蜇也是可以、什么东西，你说什么可以吃，记住你也去买水母里，一个败亡人物我去旅游了。我是买水母的吗，还是买海蜇的？到底要我买什么鬼东西，那是什么邪教，那边还有一个邪教呢，突然间莫名其妙蹦出来的音乐。老兄你好吗？老兄，我跟你说你别退款啊，别退款。 OKOKOK、okay, okay, okay、你说你别退款，退款跟你急可以这些人好香啊，怎么回事的，我是来冒险的。你看那边还有热气球，你看热气球，它是我的，我管你的，我管你，我管你，我要玩，我要玩。哎，不能抢走热气球，那边有一个人在干嘛，我们过去看一下，那边还有打太极的呢，你看，呼呼哈嘿，你们全部打得不一样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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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在路边偷学别人表演啊，不用缴学费，赞赞。所以呢所以我这边干嘛的，他们跳舞呢，什么事情都没有。你作业写完了吗？你就出来玩。没有，我还没写完。这个游戏的初心是把键盘26个字母都用上。哦。如果您是手柄玩家，手柄没人权。有世界地图要研究啊！你是谁？工作人员你好，我需要世界地图。旅行者是第一次出来旅游吗？是的。旅行者驿站是旅行者经常要光顾的地方。嗯哼。给您介绍一下吧。好的，好的。什么？你不需要？我需要，我需要。滚！我需要。需要什么需要？我需要啦。OK， 叫地图出来了。哦、oh, 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在懒得建模村吧。然后我们在旅行者驻站华北平原那边，我们要去到，我们要去哪里？我完全不知道呢。哎、欸，你看，你看，这边有卖那个500G 的这个坝上草原。坝上草原，它是羊而已吧？需要我们去哪里找海蜇啊？这边吗？你有卖海蜇吗？哇、wow!直接水遁呢，这是个精致的游戏啊！你看山上面还有墓碑呢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
冒险游戏就是要到处冒险啊！你好，你好，这是谁的墓碑？以前的人死了是可以上天堂的，你要上去参观一下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天堂一日游，耶！天堂一日游，耶！哇！阿伟死了，阿伟不，阿伟是谁？阿伟是下来了，为什么我这边玩超级玛丽奥？我可以走在云上面吗？哦，可以呢 ，OK。我到了，我到了，嘿嘿嘿，你好。我是天堂协会会长，我们最近打算在天堂上建一个电影院，拍自制电影，但是没有剧本。哦。行政啊，你能把你路上遇到最好的事情讲来给我吗？出门逛逛，也许会遇到很多有趣的事情。如果你不出去走走，你会认为这就是全世界。你如此年轻，世界都是你的。我期待你的故事啊。哇哦，你说了一些好像很厉害的东西呢，好像真是来自天堂的使者一样。但是呢，我当然知道这是冒险故事呢，我当然会到处走走的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我死了是不是？哎，为什么还要钱的？啊，这箭头是干嘛的？哦哇哦，你有扣我的钱吗？以前啊，不需要不需要。天堂的使者叫我们到处去冒险啊，知道吗？无法营业旅馆的，这边有无法营业旅馆呢。你好啊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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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前面那个你站那边弄什么？不小心放走弯路了。倒退式啊！天都是死角，知道该早起。你带带我行吗？可恶，这个任务也太奇幻世界了吧？是不是带了哈？为什么的滑板变长了？是不是带了哈？我可以打什么超能力之类的？你需要去天德什么天德池吗？在前面那边的吗 ？OK。走吧，你是那个眼神勇者的那个女神吗？眼神女神，带你走，你就可以给我眼神之力。特色小吃，哎、欸，你好啊。欢迎光临，松花蛋巧克力来点吗？哦，好可爱哦，哇塞 ，HP 减100，你卖我1000块，我没钱啦，就晒啦，吃这个难吃死的。你好，我想要进去，30块哦。好呀，为了这阿妈啦，走，等下我是不是可以不用买的？我真的要买的吗？这游戏是不是在说我啊？这就是天德池，以前这里是天津的德才人小区，大灾难发生之后这小区就没了，光剩一个池塘在这儿。哦，后来这池塘水质渐佳，凝聚起日月精华，在这儿洗脚可以有效的治疗脚气以及各种其他的疑难杂症。对啊，你看有些人洗脚洗到浮出来了。今天就是我这么多人我都没办法洗脚了，我太难了。你是要我去消灭那些人吗？你帮我把那些人轰走，给我腾地方。我是女神，哎、你是女主，你不是女神啊！而且那些人感觉洗脚洗到都成仙了，都浮在水上呢。我打得赢吗？把那些人给爹轰走。给爹轰走，我也浮在水上呢。啊，这边这么大，不好意思，请你滚开好吗？请你滚开。哇！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们，我要用箱子消灭你们。哇哇耶，我来了，我完成了，女主啊，嫁给我吧。这火焰不是浅瓶座，人肉掉不下去，帮我用火焰的能控制火。太硬了，不洗了，咱走吧。哇，你那身上劲儿够大了，干屁呀、啊！还敢嘲笑我嘞？这不就一看就知道不能下去的吗？你老实嘞，那你这要干嘛？跟着我走，你要去哪里？铁皮柱的水，确定不是为了 bug 而狡辩哈？你接下来去哪？蓝海蛇？对呀、啊，我妈说海蛇能治脚气。万一他说的真的呢？你妈是乱说的吧？应该是乱说的，对，绝对乱说的，绝对是乱说的。不过海蛇这东西，世间少有，见过的人还真没几个。过了前面这个关卡，有个南国堡，南国堡里有个卖窝头的老板，不过他其实是个情报贩子，我们可以找他打听打听消息。哇，藏得这么深呢、哦，情报贩子，哇哦！势敌加入队伍啊，你是势敌啊，你看起来。好像只有4A 而已呢，我因为得上学，所以有很多地方没有背。
没有配什么？配音是吧？很多地方没有配音啊。啊，你好啊，你好。不行，前面有怪物。哦，放你们过去，这出了问题算谁的？算女主的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真不行。我们也得遵守上级通知啊。只有拯救世界的勇者可以过，吃窝头的不行。啊！我只想吃个瓜着啊！哎，哦，你别弄这事儿啊！回来再让人拍下来发到网上。要不这样吧，哎，谁啊？东西给我处理了，就放你们过去。这猫精一点，再住住左外门，占家里地方，你们快把它收走。这是猫，这是猫，猫，猫精送给你一个见面礼，摸鱼沙雕球。旅行中会遇见些人，他们没有什么用，搞屁啊，没有什么用。所以，你踩着那个东西，好像肥猪猪左外门的一只猫，然后狗狗像，也是像猫，这世界只有猫吧，对不对？你们配音是不是只有猫？记得用猫巾擦汗啊。猫巾擦汗 ，OK。所以你踩着猫巾走吧，好像卫生巾一样嘞。所以我们直接走了，不要管它，走。哎，你看前面有羊，哎，是那个通缉的羊，你看你看，哇，哇，我手变这么强了，羊吧，哇，灭吧灭吧，哇。我真的太强太强太强了，我太强了，哇哇哇哇哇，你们也太强了吧，我在看什么，我到底看什么，呀呀呀呀呀呀，灭了耶，呀呀呀呀，星爆气流六花板，耶 OK， 我看了什么东西，宝箱给我开八花肉 ，OK， 感觉蛮不错吃的，至少有肉可以吃了啊。前面那边就情报贩子吧，走走走，赶快去遇见情报贩子吧。是你吗？旅行沙雕球可以恢复，不用。一块钱四个，什么东西？一块钱四个。你是沙雕还是我才是啊？旅途最重要的是什么嘞？朋友，重点都不是。不是啦，我跟你讲，是吃，对。今天我也没法卖给你，为什么？咱不是来吃窝头。一块钱四个，卖员不知道为啥不来了，给我整懵了。他平常住在四里啊。那个是外送员。窝头的话，就是把外卖员。我就说我不想吃窝头。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就说不是来吃窝头的。而且挖头是什么鬼东西啦？一块钱四个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一块钱四个，到底谁说话呢？一块钱带几个？哎呀，宝藏呢？哇！挖挖头，我等下挖挖头的，感觉像鼻子一样啊。女士内衣为什么我有？等下，谁在一块钱四个呢？一块钱四个，一块钱五个不行吗？这个东西说话嘞？傻小啦，袋鼠，请问你是？我知道你是那个外送员 ，OK？ 袋鼠，不送外卖，你拿什么吃饭？你饿了吗？你饿了吗？不知道是谁把我的梳妆单粗壮的大腿给抢走了，我跑不了了。别的袋鼠，我的腿都粗壮的跟胶一样，粗到根本跑不起来，更别搞送外卖了。你拉不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不会给你的。小猫有一个买摩托车的禅师，你帮我买一台吧。我多爱你。OK， 我们是在帮他买一个摩托车啦。王八蛋哎，为什么买摩托车啊？为什么腿这么粗不能走路吗？走路可以的吧？要滚的。所以掉猫湖在这边吧。棒毒实在太棒了。太棒了！为什么你突然间冒出这一句？你不是要去上学没有空配吗？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给我奥多麦，那边还有火箭呢。我到底看了什么？请你卖我奥多麦好吗？我需要用它送外卖。你所求何物？你的奥多麦。买摩托？对。你终于放下
耶、yeah, 不用钱，不用钱的最赞啦，谢谢。到底为什么送给我呢？所以我可以骑吗？我不能换我多半骑吗？那么这个壶请问是硬的还是软的？是软的，你可以泡脚了。 Hello， 你这边有很嗨的 BGM 呢。是摩托车，我可以，我好了、yeah! 我就说我买了，对、哎、Let's go， 我们可以在南瓜堡再见面的。好的，去吧。好嘞，哇哦，一转眼消失了。可是他腿粗，为什么可以骑欧多拜不能走路呢？为什么？就像你说一个人残障，但是他可以骑欧多拜不能走路一样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啊，确实，好是，对，我在说什么？嘿嘿，我偷一块钱。你别在外外了，谁在外外？什么什么汤几个？林哥啊，没有汤啦。袋鼠回来啦，真有你。他果然是袋鼠嘛。我偷一块钱四个。这么多，哇！我没有设定的，这订单我受不了了。为什么？咋了，大兄弟？你刚刚买一块钱四个，去申请啊！你们俩好人做到底，再帮我送个单行吗？大胖子疗养院。打搅大侠的订单，一块钱四个，送到了以后，窝头一块钱卖五个。我不要，窝头，他这是情报贩子吗？你们是不是骗我的？他是不是任务补给器而已？我们让他去什么精神病院？精神病院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你好，请问你知道精神病院吗？走到头就是大铁棍的医院了、啊。你果然知道呢，啊，不是精神病院，是医院。哇哦，哦，你看这边还有卖这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可以租车呢，全年免费，这什么车啊？哇，二轮驱动，挂档，可全靠自己腿。加速挂档全靠自己腿，是要杠着跑吗？我可以租呢，我要租一下哦。租车，对，不用钱的，耶、yeah! 哇哇哇！用嘴巴配音的，哇哇，这个宝宝宝。咕叽，这个车看起来好好吃啊！这个车，哇哇哇哇哇哇，要到了，要到了，到了！呜呜，还车，耶哟！你好，请问沙雕大侠又给自己点外卖了是吗？沙雕大侠在二楼，我为嘛不送？没看我今儿正忙着了吗？出门打听打听，大铁棍子疗养院王姐，这整个疗养院就靠我一个人。现在的小年轻儿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我最好知道你是一个人的、啊，这边还明明还有另外几个人，他们也是病人吗？奶奶，你配音的《沙雕之路》今天上架了。奶奶，骗奶奶好玩吗？对，还没上架啊，上市了，但是还在抢先体验中啊。为什么墙壁会有这些东西的？为什么？走吧，我们去楼上。大沙雕，傻伯伯，傻伯伯 ，Hello， 感觉好像很帅哦。都老成嘛样了！哇哦，秃头！看着大黑眼圈！哇哦！你确定还没有死？原来倍儿根儿一人，现在这话也说不了了，动也动不了了，知道吗？就这还沙雕大侠呢，是啊！别拿沙雕找乐了，快快快！他患的是一种罕见的病。听说只有把海蜇蓄的魔身上才能治好。海蜇到底是什么东西啦？这么神的！天，就看这窗户，外面瞄你的嘛呀？还惦着外面撒花去呢，是吧？他死了吧？哦，妹子亲自出动啦！哇！想吃饭呢，就吃。卡住了啦！哇！喂喂，你干嘛？不要踢，不要踢！他们两个在干什么？哇，有点帅，又有点不知干嘛的。哇哦，这个飞行方式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。金德成，走。耶！哇嘿，出去了！他叫我队伍。沙雕大爷，你完全不用配音的，
你完全不用配音员的，不用说话的，然后你我是来送外卖的，你到底是谁啦？下集再续。